松山区成年礼活动由台北府城隍庙以及松山区公所共同举办，以鲤鱼跃龙门为主题设计迷走大富翁闯关活动，祝福每位礼生福气满满，身体健康。我们今年松山的这个成年礼的活动是跟府城隍一起办理，那今年设计了很多的运动关卡，让这些孩子们呢能够透过这样成年礼的仪点呢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梦想，然后我们有设计了一些挂金，然后可以让这些长辈们还有这些孩子们呢能透过这样子的仪点呢留下一个纪念，那透过这样子的挂金呢给予祝福以及智慧。活动安排跳绳运动以及益智有趣的大富翁闯关游戏，30多位礼生以小组方式进行，从比手画脚、你画我猜等游戏中体会合作的重要性。而陪同参与成年礼活动的家长，也在手工艺老师的教学下，以烫布贴形式亲手 DIY 成年礼挂金，用心注入对孩子的成年期许。而礼生则是透过手作花束，将满满的心意献给挚爱的父母，场面温馨感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参与的礼生在众人的见证下宣告成年，也迈向人生的新里程碑。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